小陈，你先别激动，冷静听我说。你妈刚才晕倒了，不过我们现在在救护车上。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在家，你们要去哪个医院啊？第一医院。我现在就过来啊。你现在啊，在家先好好休息，妈这边有我呢。喂，喂。 现在能不能去趟我家？小陈他一个人在家，我担心他会出事儿。毕竟有孕在身，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。到底怎么了？你说清楚。小陈的妈妈知道了全部，晕倒了。我现在正送他去医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 冷静一点啊！现在已经稳定了，但还没有脱离危险期，需要在重症监护室里面观察。到底怎么会这样啊？医生说是情绪受到了重创，具体什么情况还需要做一个脑部扫描才可以确认。怪我！不怪你，你已经尽可能的不让他知道这一切了。那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？ 阿姨怎么样了？是不是你说的？什么？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妈，是不是你说的？我后来都没见过阿姨，怎么可能？那就是你爸妈，就是为了我肚子里这个孩子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是他们？那还能是谁？就是因为你妈的自私，当年害死我爸也是因为他的自私，现在也是因为他，我妈居然都是因为他。 小小，你不责任了，走，你走，你走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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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走。小陈，有我在，我会陪你熬过去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。 陈先生。
你来了，脚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方姐怎么样啊？应该暂时没什么事了。啊，程先生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，都是我不好。你说我那天怎么就把钥匙给了方姐呢？她不让我告诉你们，我就没说，我也不知道会弄成这个样子。 就算是知道你们两口子分床睡，也不至于啊。算了，不问你事。啊，您赶紧回去休息吧，都熬了一晚上了，我会一直在这儿守着的，放心吧啊。好，辛苦你了。没事儿。 你在哪儿呢？哎，你在家呀？你在家也给我打电话呀！我还以为我睡着的时候你出去了。我以为你还在医院没回来呢，赶紧打一电话看看。医生说妈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了，丁姐在那照看着呢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辛苦你了。我回来的时候带点吃的，饿了吧？那我去热。你休息，你休息，你再休息会儿。不用，我来热了。 哎，这个菜啊，就不要微波炉热了。这微波炉热热不透的，吃了对身体不好。拿锅热吧。好，我提前给你准备点水果，拿热水再稍微泡一下啊。一会儿记得吃。好，补充每天所需要的维生素。 我一会儿啊，去医院再看看，你就在家好好休息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就别折腾了吧，这几天估计你也没睡好，妈姐也没醒呢，你去了也没用。妈要醒了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喂，丁姐。陈先生，方姐醒了，医生说了没什么大问题，下午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。好。 辛苦了，丁姐。妈醒了。来，来。吃完咱俩一起去。好。哎，陈先生，你们来了。 好点了吗？我给你带了水果。什么时候把孩子打掉？妈，这孩子是我的，他不是沈厚一个人的。 再有千错万错，不能把责任怪在孩子身上。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，我也确实犹豫过无数次，我到底该怎么办。但是我真的下不了决心把它拿掉。我要把它生下来，我会对它负责任的。 你良心让狗吃了，你对他负责，谁对你爸负责？你害死了你爸不说，还挺着个肚子来气死我。我没你这样的女儿，走，走，妈，你别动，别碰我，走，滚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妈，你这别碰我，走，走了，我踹你了啊！好，小陈。 东西拿走！方姐，要你的水果，走！方姐，方姐，别激动。
别生气，你们先走，别生气，。妈现在在气头上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怎么了？稍微有点疼。那我去找医生啊。没事。坐一下。坐会儿。还疼吗？还好。明天做一个全面检查。对了，我昨天跟你说的出国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出了这样的事，现在哪还有心思想出国？你不觉得正是因为妈这样，你才应该认真的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吗？妈现在不想看到你，她不想看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。你要执意留在他的身边，对你对妈都没有任何好处。与其这样，为什么暂时离开一下呢？你再考虑一下吧。哎，听说这两天咱医院楼下的酸奶可在打折呢。是吗？对啊，小刘买了好多呢。他买那么多干嘛？这东西又放不住了喽。那谁知道？怎么了？孩子胎心没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程总，我去买样东西，回来太太就不见了。医院里面找了没有？要不报警吧？还没到24小时。警方不会给立案的。小陈出门的时候，手机是充满电的，他应该是故意关机。小陈，走吧，这里太冷了。连老天都不让我生下这个孩子，我今天去做产检，医生说孩子的胎心停了。
吃了几个月的补品了，做汤的时候都不敢给你放盐。要不我今天带你吃点好吃的。醒醒！哎呀，出去出去出去，干嘛？醒醒！石猴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？小小，他不会有危险。小小会不会有危险？你先冷静一下，你听我说，医生说已经超过70天了，必须要做引产手术，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，更严重的会影响未来的生育。醒了，都结束了，受苦了。再休息一下，我出去给你接点水。
片呢。哎，主任，嗯，方程式时间出来了啊，后天第三赛道怎么样？我，哎，你等会儿。怎么了？哪天？后天上午。下个月一号，公司要开个董事会，然后在会上会把你正式的介绍给各位股东，所以要做好准备，别迟到。怎么也是后天啊？哎，你不是要放弃吗？不是，你上次可是好不容易跑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，这才有资格参加这种规模的比赛。别闹了。也许我早一点看见你开赛车的样子，我会早一点喜欢。加油，加油！哎，哎，你勉强的干嘛？一个大少爷，回家继承家业吧，就别在这陪跑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谁是陪跑的？我登记上。王明，确定啊？我累。啊，我想去美国的分公司。那边是新公司，很多事情你得从零开始。妈，我可以的，相信我。好吧，你既然已经决定了，那就选个时间让秘书帮你订机票吧。嗯，谢妈。我刚才不就让你把这个打印好了吗？你这什么工作态度？你在干什么呢？你在干什么呢？申总，不是，是他工作。他又怎么了？那我说什么吗？以后这种不属于你自己分内的工作，你没有必要去做，不然的话，我把他工资发给你。专心工作，放出来一点。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事儿，它现在都已经过去了。我明天就要去美国那边的公司了。如果你觉得在这待得不开心的话，你可以随时离开。我让财务多发你一个月工资。我是不会走的，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留在这里。行，祝你好运。这个重新做，做到我满意为止。好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没良心，我不能无情无义啊！怎么着？我要是不问你，你打算连招呼都不打直接走是吗？不用谢我，我听说国外这东西卖的都特贵。打算待多久啊？还没想好。行吧，美国也不算远，飞24个小时，想我了给我打电话，随叫随到。别放弃。放弃啥？魏彤啊，我早拿下了好吗？我说你的梦想赛车，还有，别轻易放弃你觉得珍贵的东西。感
赶紧滚蛋。我走了，保重。沈豪，照顾好自己。你几点起的啊？起来一会儿了，给你做完早餐。我记得你有每天看财经新闻的习惯，对吧？那今天的，我去上班了。哎，你身体还没恢复呢。你是老板，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。我不一样，我是个打工。拜拜，公司见。早安。小陈。早。小陈，早安，小陈，小陈，小陈，哎呀，小陈，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，谢谢。你回来就好。哎呀，你们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没事吧？我挺好的呀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这不回来跟你相爱相杀了吗？回来就好。状态不错呀，小陈。嗯。一天，兔子跟北极熊在一块上厕所，然后北极熊就问兔子：“兔子，兔子，你怕脏吗？”兔子说：“我不怕。”于是北极熊抓起兔子就擦了一下屁股沟子。第二天，松鼠跟北极熊在一块吃饭，北极熊又问松鼠：“松鼠，松鼠，你怕脏吗？”松鼠说：“我不怕。”于是北极熊抓着松鼠擦了一下嘴。这时候，松鼠抬起头看着北极熊：“北极熊，你怕脏吗？”北极说：“我不怕呀。”松鼠说：“哦，我是昨天那只兔子。”你在聊什么呀？来，我笑吗？拿杯水，帮我泡点红枣片吧。谢谢。我觉得有点恶心。李慧的笑话不一直都是这样吗？不行，我要再讲一个。说有一天，小明一个人在家，这时候他准备睡觉，他就把灯关了。这个时候，房间里只剩下一个人，但他又不是小人，请问他是谁？小爱呀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这笑话太不行了！来，我给你们说一个，乖乖穿上了裙子，变成了什么？程程。乖乖是谁？为什么是程程？乖乖嘛，乖，然后程，至少会吓死。我还有一个，都说。太冷了，你这个。这个项目好好回去准备一下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再等我一下。
三二一，好的，非常好，好多帮我拍两张吧，谢谢。喂，魏同学，请问赵雨环跟你在一起吗？他今天没有来参加公司的董事会，我们打了很多的电话也找不到他。如果他跟你在一起的话，麻烦你转告他，我赵朴君从此没有这个儿子，以后也不用让他回这个家了。哎呀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唱歌吃自助餐？嗯，好呀。真的吗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你们订好了吗？小陈，你不是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啊？对啊，你不是说这种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的活动，不是消遣，而是遭罪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呢？你们定好去哪儿告诉我，先去个洗手间呀。等你们，嘿。好。哎，你们发现没？小陈这一天的笑容，比这段时间加起来还多。比我认识他这六年加起来都多。心静姐。怎么还不走啊？要加班吗？不不不，不加班，不加班。思念姐，再见。谢。我觉得严小晨最近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。这么开朗，有什么不对劲的？就是因为太开朗了。总觉得有点不像他。其实，我觉得未必是坏事。孩子如果没了，他最后的负担也就没了。你也别太难过。本来想拿个奖杯回来给你玩，结果没拿着。他在吗？不孝之子！叔叔，没出息的东西！叔叔，玩物丧志，就为了这么个东西，董事会你都不参加啊？知道你跟叔叔伯伯等了你多久？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！叔叔，您消消气。魏同学，我没事。从小到大，学习学不好，工作做不好，你干什么都没长性。你就连追个女孩子都让你老爸亲自帮你啊！啊，你好意思啊？我要不是看你一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，我才不会去求人家魏同学。我好说歹说，人家魏同学答应我，还继续搭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。人家答应我说，能够鼓励你继续的好好上进。可你呢？你呢？叔，你呢？叔，您别生气了。刚到公司，上班了没两天，你就被打回原形了，你呀。这辈子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指望你，不会再相信你了。再扯，我让你死！我让你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！叔叔，您消消气，您回去好吗？让我跟他说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
见笑。你有本事，你一辈子别回来，赵玉环。师傅，我跟他说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老头刚才说的什么意思啊？是因为你俩商量好了，你才跟我在一起的，是吗？是为了让我回公司上班，你才愿意跟我在一起的，是吗？你俩之前是不是见过？是，我是和叔叔见过。但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和你在一起的。玉彤，你是不是拿我当大傻子一样？你说的对，我太不了解你了，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我现在都不知道，现在跟我在一起的玉彤，是不是我之前喜欢的那个？我早就和你说过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那次相亲是我故意约在你常吃的披萨店。还有呢？那个谢师哥他到底有没有？没有。是我故意让你误会的。你告诉我，咱俩有什么事不是你设计好的？啊？不过我一人好玩吗？把我当大傻子一样逗得团团转好玩吗？我跟那个谢师哥有什么区别啊？都是你的玩具，你玩爽了，玩开心了吗？赵玉环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是我想的复杂。